第十七题，甲、乙、丙、丁四个质量相等的物体，静置于高度不同的木柜上，如右图所示。相对于水平地面而言，何者的重力位能最大？我们晓得重力位能公式是 mgh，所以我们要看质量、看基质、看高度。我们平常我们的基质是不会变的，所以呢，基质不用理它。那题目说我们的质量相同，所以质量也不要理它，我们只要看 h 高度就好了。看谁的垂直高度越大，那表它的重力位能就会越大。那从图上很明显看出来，丙的位置最高，我们的垂直高度最大，所以它的重力位能最大。因此，第十七题问我们说，相对于水平地面而言，何者的重力位能最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。